来这位嘉宾啊，了不起，老夫老妻。行，我们家大富豪声势浩大。你这眼睛那么大，怎么都看不清楚东西呢？你能安静一会儿？我现在在做菜。南通的红烧狮子头，味道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我就是钢琴伴奏，你就是长笛演奏，行吗？嗯，太好了，唰就过去了。不带自己表扬自己的，做一个说自己好一下。别忘了回家吃饭。回家，要回家吃饭。今天呢，我跟大家聊一聊泡菜入菜。我做泡菜之后，给我定了一个名叫泡菜哥。泡菜哥开始露一小手，现在就起锅烧油。香葱鸡是一个做法，泡菜爱吃什么呢，咱就往里放什么。对对，四川的泡菜有一样东西是不能缺少的，什么？泡椒。我们既可以用泡菜来炒鸡，也可以用泡椒来做小龙虾，所以说泡菜入菜就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好办法。今天呢，我们回家吃饭呀，跟大家聊一聊泡菜入菜。一说到这个泡菜啊，我觉得大家呢对它再熟悉不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只要有咱们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泡菜。哎，或多或少摆上那么几个小缸，有人做四川的泡菜，有人做北京的泡菜，有人做东北的酱菜，也有人做我们朝鲜族做的那种辣白菜。总而言之啊，泡菜伴随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这泡菜啊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是山东的，山西祁县，四川绵子，我是辽宁人，朝鲜的辣白菜，四川的泡菜，当然泡萝卜，最得劲的都是银行菜，没有什么东西是一盘腌菜解决不了的。一般早上吃点腌萝卜啊，还有腌黄瓜之类的，配粥啊或者炒饭呐、啊，吃起来会比较解腻，比较清新，非常开胃。小二，我问一下，你的泡菜、韩菜、榨菜、酸菜，你有什么区分？不过刚才呀，我们很多朋友啊，在这个题外话问的我那些问题，包括什么如何区分酱菜、泡菜，或者说呀，这泡菜究竟怎么做、怎么吃更好？我跟您说，我还真是一些不懂了。不过不懂没关系，今天呢来到我们这儿的这二位啊，应该说都是吃泡菜、做泡菜、泡菜入菜的专家。究竟是谁呢？我把他们请上来，咱们聊一聊泡菜究竟怎么吃更好，怎么入菜更棒。来，有请二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好好好，我是来自中国十八方之乡四川隆昌的李荣志，一个泡菜爱好者，大家都叫我泡菜哥。泡菜哥李荣志，哎呀，你好你好，先跟你握握手。哎哎哎，确实有点咸啊，闻出泡菜味来了。这菜坛子是你带来的是吧？是，这是我们从四川带过来的泡菜坛子。这里边腌着呢吗？没有，没有啊。嗯，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四川泡菜的泡菜缸是吧？对，你这个泡菜哥是你自己起的，还是你做泡菜吃泡菜时间久了以后大伙儿给你冠名的呢？这是我做泡菜之后，是大家吃着我们的四川泡菜好吃，然后吃了之后最后给我定了一个名叫泡菜哥。哦，因此呢就得名叫泡菜哥是吧？对。好，这边大厨您怎么介绍？您跟大伙说说。你好，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厨何一江。何大厨啊，对，好，再次欢迎二位啊做客我们回家吃饭。不过开始之前呢，这个荣志啊，好多人不都问的那问题吗？就是这各种泡菜怎么区分？你先给我们来个知识小课堂，给我们区分区分，行不行？嗯，可以。桌上这边摆的全部都是蔬菜腌制品，一类是泡菜，一类是制菜。最快捷的方法区分就是吃起来有没有酸味，吃起来有酸味的就是泡菜，没有酸味的就是制菜。哦，明白了。有酸味的呢，我们就说呢，通称为这个泡菜的大门类。这个制菜现在只有咸味儿。刚才那位达人说的制菜和泡菜的区别，是代表了这些加工方式两种极端。泡菜它主要就是靠乳酸菌啊醋酸菌对这些蔬菜进行发酵，产生了大量的酸，所以这些菜的特点就是会很酸。像刚才说的制菜，它基本上没有发酵，主要是靠盐渗透这些菜中间来起到一个防腐保存的作用。它的特点就是不酸，但是特别咸。我们区分这些呢，是为了探讨这些蔬菜中含有多高的亚硝酸盐含量。亚硝酸盐是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所以说它产生的前提，第一是绿色蔬菜，第二是有明显的发酵，像制菜啊、咸菜啊，它是基本上没有发酵，所以亚硝酸盐就基本上就没有了，或者说很低。
关于泡菜中有多少亚硝酸盐，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前面说了，它其实相当于酸菜中的后期，就说乳酸菌、醋酸菌非常的多，杂菌非常的少，而亚硝酸盐是来源于杂菌，它杂菌都很少了，所以说它产生的亚硝酸盐其实是比较少的。下边就是我给你出的题了，这样现场给我们做一个标准的呢四川的泡菜。好的，好的，没问题。好，今天我们是用玻璃坛，不用这个坛子，主要是为了观众们好看。就这样，操作步骤它的透明能瞧见是吧？对对对。好，那咱就开始操作吧。嗯，好嘞。凉白开，加盐，刚买的新坛要用这个5%的浓盐水进行洗净，浸泡10分钟以后倒掉。嗯，再用一杯白酒进行消毒，倒掉擦干之后就可以用了。现在我们加入半坛的凉白开，然后把那个香料我们裹在一起，有八角、沙姜，还有这个碎香料。碎香料里边有排草、肉桂、茴香等等。这个基本上呢，在大的这个农贸市场或者超市里都能买到啊，成包的或者是散装的。再加一点花椒就行了。现在我们再加上麻糖。为什么泡菜还要放糖啊？这麻糖是我们四川本地一种由糯米、橘皮、白糖等原料制作成的一种食品。加入这个麻糖，它可以使泡菜提味增香。如果家里边没有麻糖的话，它可以用食糖代替。现在把盐放上，可以加3到4瓢的盐。那现在这个等于咱们这个泡菜汤就准备好了是吧？哎，泡菜汤泡什么呢？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泡制不同的蔬菜。这算说对了，想泡什么呀泡什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泡什么豇豆啊、红萝卜啊、大白菜。哎，大白菜都可以。可以，四川泡菜它必须离不开泡椒和泡姜。就是姜。姜和椒。椒，哎，这是我们的常用的黄姜。哎，二黄姜。二黄姜。哎，一般泡这个泡菜它必须要用这个二黄姜。然后再加上白酒。加白酒的目的是为了让泡菜水不生花，不容易坏是吧？哎，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久。对。最后我们再加上这个老盐水。大家呀就理解成什么，把家里啊老坛子里边泡出这菜的老汤留出一小碗，下回泡新菜的时候再用，就这么简单。对不对？现在我们把这个内盖盖上。内盖盖上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别让这个坛咸水进去，让它有密封的效果，就做到里边和外边的这个空气完全的隔绝。坛咸水加上就可以了。这一大碗泡菜就算做好了。这个泡制大概有多长时间咱们就可以吃呢？根据不同的蔬菜泡制时间不一样。1到2天的比如说是有卷心白、白菜、萝卜皮。3到4天的有洋葱、萝卜、胡萝卜。7到10天的话就有豇豆。可以长期泡制的有二黄姜、朝天椒。大家都比较担心，就说亚硝酸盐致癌。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亚硝酸盐本身是不致癌的，它是在体内有些比如肠道菌的作用下能够转化成亚硝胺，然后这个亚硝胺是一种致癌物。从科学证据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没有很好的证据说你吃了多少亚硝酸盐就能转化出多少亚硝胺。但是呢，从化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大家在吃这些亚硝酸盐的同时也吃了比较多的 VC 的话，那么这个反应会很好的抑制掉。就是我们在加入一些配料，比如说我们直接加 VC 片，还可以扔进去那种鲜辣椒，也可以呢加一些姜、水果之类的，也可以加一点。它这些维 C 啊、类黄酮啊这些成分，都有利于抑制亚硝酸盐的产生，使我们这坛泡菜变得更加安全。咱这泡菜呢，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算是做好了。下边的时间，你不能光来我们这儿就做一泡菜吧？你得给我们真真正正我们泡菜入菜，你给我露一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是泡菜香椿鸡。泡菜香椿鸡，操作简单，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时搭配各种泡菜。明白了，也就是说呢，香椿鸡是一个做法，泡菜爱吃什么的，咱就往里放什么。对，马上开始泡菜香椿鸡，请泡菜哥开始露一小手。好。这个我看呀，咱们泡菜哥呀，这菜做的肯定特棒。其实这话说的呀，是在这么办，做菜的时候就按着你的心境，咱用老家话说没关系，你跟我说我都听得懂，我给大家翻译，要得不要得？
要得，要得好。那就这样子，我们现在就起锅烧油。现在起锅烧油。哎、本节目由五峰三元好油赞助，华润五峰，每天爱回家。你什么时候开始爱吃泡菜的？我从小就爱吃泡菜。从小就吃着我奶奶做的泡菜长大的，跟着奶奶学做泡菜，长大以后就希望把四川泡菜分享到全世界，研究泡菜的不同吃法。现在走到哪儿都带着自己的泡菜。真的到哪儿去都带着自己的泡菜吗？是啊，我去年去欧洲四个国家都带了泡菜，自己背着扛着背了22斤泡菜，走到两个国家的时候，20多斤泡菜全部吃完。吃完了？对。那过那2天过得还挺苦是吧？吃不到这味道难受。对对对对，我做泡菜10多年了吧。其实泡菜的每一个细节都很有讲究，不管是泡还是晒。说到这个晒豇豆，我还真的有一个有趣的事，在有一次公司聚会的时候，我喝醉了，就对着公司的何大厨说：“老何啊，赶紧去收泡菜，天要下雨了。”大家好像都一愣，看见我喝醉了，然后就开着玩笑的跟我说：“泡菜哥没得谁。”一下都不打，看着他们这样，我就生气的跑到豇豆晾晒场去了，然后抱着我收好的豇豆就在唱歌：“泡菜泡菜，你是我的最爱。”然后他们拉也拉不回来，就在那里我抱着自己的豇豆睡了一晚上。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他们跟我摆，我真的还不知道我自己有那么热爱自己的泡菜。好，等这个油烧到8分熟的时候，我们下这个花椒沙姜炒一下，然后就把鸡块下去爆炒。好，把这个鸡泡到它有黄色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加上我们的泡姜、泡萝卜、泡豇豆。这是我们今天呢要加的主要的几味食材，是不是？就放这四味料就行了吗？不行不行，还有我们泡菜哥专注的剁椒水豆豉。这个呀，这个剁椒水豆豉就是用豆豉和紫姜还有那个辣椒，自己调了调了就行了。明白了。现在可以把这个水豆豉加上，然后再爆炒一下，加上一点料酒。料酒。好，然后直接加水。好。为什么咱们这个炒鸡的话提前不腌制呢？因为这个泡菜它能有去腥味的作用，就不用腌。味比较厚比较重。对，比较厚重。好，爆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把青椒下去翻几下就可以起锅。你看这香味基本上都有了。还没有吃，我现在口水已经流下来了。我也有点流口水了。啊，所以这泡菜哥做的还真棒。好，出锅。好，泡菜乡村鸡做好了，吃起来之后绝对是回味无穷。好，我先来一个泡萝卜，真棒。首先啊，咸淡度在没有放盐的情况下非常好，对于我这个口天生人来讲，这个味儿算很厚重的。但是这个鸡肉好吃就好吃在又酥又嫩，特别的香。它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泡菜的融合味全部融合到它鸡肉里面去了。这样吃起来很香，真的特别好吃，是一道极下饭的菜。对，基本上这个菜泡椒乡村鸡一上桌，全部端上来，空盘端下去，就这么棒。太太乐原味鲜，美味背后备足用心。太太乐原味鲜喊您回家吃饭，好米面幸福味，回家吃饭由中粮福利门米面冠名播出。将泡菜坛清洗消毒，放入半坛凉白开，加入八角、沙姜，用纱布袋包好，防止不乱。再加入麻汤、青豇豆、萝卜、朝天椒、二黄姜、白酒，加盖，再坛咸加水，10天后可以取出食用。起锅烧油，下入沙姜、八角、鸡块，爆炒至米黄色，下入泡菜、水豆豉，中小火烧15分钟，下入青椒，炒几片，起锅。今天我们演播室里面传来一种独有的酱枪口，到底是南方的酱还是北方的酱呢？南方的酱呢是我，北方的酱呢是发酵。我擅长做猪肘子，有一个非常秘制的一个酱，这个酱肘子是我吃到最棒的肘子。我的菜是压轴戏，是梅菜酱扣肉，这个酱呢又是百搭酱，有点教学。这个酱的灵魂在这儿。其实大家呢也可以
自己在家里用泡菜科教给大家这方法，腌上一坛子泡菜，带这个泡菜出炉之时，我们做一道泡菜乡村鸡，好不好？好。哎，到时候呢，这道菜传遍万家了就好。谢谢泡菜哥。下面的时间，大厨啊，您这压力很大，您打算拿个啥？咱打打他这累。四川的泡菜，有一样东西是不能缺少的，什么？泡椒。哦，泡椒，泡辣椒。它同泡姜，它属于佐料泡菜。佐料泡菜。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道菜，就叫泡椒龙虾。泡椒小龙虾呀。对。您呢，今儿要能做成这个，那真是大快朵颐呀、啊！咱开始，开始，我先准备一下料吧啊。可以，这叫泡二荆条，四川当地的一种叫法嘛。这个我们会给它剁碎，先是给它切成段，就这样反复的剁。对对对，剁碎。啊，对，剁成这种。最终呢，就剁成这个泥儿。哦，好。然后我们来准备副菜，这个要切成藕条。藕条。哦，对。藕条切好了，然后还有一个配料西芹，啊，西芹也切成这个小段。对对对，配料切好了是吧？现在就要准备主料。主料的话，我们小龙虾的处理，先教大家一个处理的过程。好，我们会去头去尾。去头。去头的话，我们是从头部五分之一，剪掉，然后用刀尖挑起它的利沙，我们俗称沙包。沙包。对对对，然后。气尾，然后顺到这个尾部开背，开背有个好处，好剥更容易入味。那我们现在开始做吧。好，点火倒油。何大厨啊，我们吃的小龙虾都是有脑袋的呀，您这干嘛去头去尾呢？这个就是跟烹饪方法有关。我们采用的是爆炒，爆炒的话它更容易入味，更容易成熟快。从口感来说，因为油温高嘛，龙虾一进去它外面一层肉它会锁紧锁住水分，而里面的肉它就会嫩滑。明白了。这时候这油温应该就差不多了哈。油温也差不多了。这小龙虾吧，基本上红透了就可以了。把这个油沥出去是吧？对对对对。再来点底油，留一部分底油开始炒料。泡姜和剁碎的泡椒，因为剁碎的泡椒它更容易入味或出色，颜色也美，味道也浓。对对对，我们开始下龙虾，这两个颜色是完全一致的哈。对对对对，红红火火。炒均匀了过后，我们就会加入高汤。家庭里一般的它是没有清汤，我们会加一点开水，加水一般的加到浸泡过下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开始要调味了。调味啊，因为它泡菜里面它本身含有盐，我们要少加一点盐，加一点太太乐原味鲜。对对，然后灯笼椒，哎，有点像灯笼哈。对，灯笼椒主要起它体型，因为它看起来更好看。它味道跟泡椒的味道一样的。味道是一致的。对。那像这样水开了过后，基本上虾有八成熟了，我们就会要加配菜。藕条。对，西芹。这样的话我们不光能吃到虾，我们还能吃到一定的素菜。因为夏天嘛，很多人吃麻辣的，有些不能接受这些口味，所以说我们就开发了那个泡椒味的。泡椒味的话，它在夏天吃起来更酸爽，更酸爽，更舒服。对，行，我们这个基本上就可以了，有小龙虾吃喽。这个已经好了，泡椒小龙虾已经做成了。我们主要啊吃一只尝尝这个味道。哎，您看这小龙虾干净啊。香，好吃。然后再把这个肉剥开。对, 对, 对，我们再来吃虾肉。行，来评价评价泡菜入菜汁泡椒小龙虾有多美味。这个泡椒龙虾真的很入味，确实能体现出我们这个四川泡菜的味儿来。最适合不喜欢吃辣的人吃龙虾。对，就味道而言，我觉得泡菜哥呢说的最对了。为什么呢？清淡的同时又把这个泡菜的一点点辣给拿出来了，所以说呢，对于有些女孩又好漂亮又不愿意吃的太上火的，这个吃这个最合适。对对对，太太乐原味鲜，美味背后备足用心。太太乐原味鲜喊您回家吃饭，好米面幸福味，回家吃饭由中粮福临门米面冠名播出。
把龙虾洗净，剪去头部，去尾，顺到尾部剪一刀备用。锅中下油加入洗净的龙虾，料炸一下，捞出沥油。锅中留底油，下姜片、泡椒，倒入龙虾，加入适量的水、盐，调好口味，加入藕、西芹，煮一下，起锅装盘。我们今天请来这位嘉宾，啊，了不起，老夫老妻。行，我们家大富豪，声势浩大。你这眼睛那么大，怎么都看不清楚东西呢？你能安静一会儿？我现在在做菜。南通的红烧狮子头，味道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我就是钢琴伴奏，你就是长笛演奏，行吗？嗯，太好了，唰就过去了。不带自己表扬自己的，做一个说自己好一下。别忘了回家吃饭。回家，我要回家吃饭。泡菜呢，是我们祖先为了延长这个菜的保质期啊，于是乎用这个水泡放盐的方法呢，延长了这个蔬菜的寿命。应该说这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那泡菜入菜就更是开发您智慧的时候了。我们既可以用泡菜来炒鸡，也可以用泡椒来做小龙虾，甚至将来我们有一些更复杂的食材都可以把它运用跟泡菜结合起来。所以说泡菜入菜就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好办法，是吧？是，对。再次呢，感谢我们的泡菜哥，也别忘了呢去尝尝我何大厨亲手给您制作的这个泡椒龙虾。谢谢大家。